刚读《论语申训》第三册第441页，济公老师慈悲，那你们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要好好的放在心里，这个号码就你知我知，怎么可连线得上？徒儿若有问题，欢迎随时打电话来与为师联系，但是要明白一点，要常在佛堂修办的人，这个线路会比较强一点，为师的收讯会比较快一点。如果这个电话没有常常用，就要当心了，因为很容易被别人占线哦。所以要常与为师联络，培养一下感情。徒儿们就是笑得如此可爱纯真，所以不管徒儿在哪里，为师都会在你身旁陪伴着你们。也因徒儿的这一份赤诚，让为师有着许多依依不舍。徒儿，你是师的爱，但愿永远不离开。就算徒儿是师的债，为师相信你们都是那可爱的债主。你们常说，夫妻是相欠债，父子是相还债，是吗？是，那你是你父母的债主喽。哎呀，咱们应该换个角度来想一想，大家是来相报恩的，需互相关怀，不要往负面去想，要往积极正面的方向去想，这样才会更有更多的能量，更多的力量。若尽往不好的方向去想，那么精气神必会耗散尽。